你好，这是本网吧的宵夜套餐，这是你做的，嗯，真香，嗯，很可爱，谢谢。我能方便问一下你的名字吗？我叫童年。那我能和你交个朋友吗？这个男人叫韩商言 ，KK 俱乐部的投资人、老板，队员们喜欢叫他老大。就在两天前，他的俱乐部刚输了一场 CDF 的比赛，在这一秒，他还不知道我是谁。我叫童年。计算机科学专业，研二在读。很巧，我的专业也跟网络安全有关，好像是老天注定的，我和他会认识。草莓啊，啊，已经没有了。麻烦问一下，红包还有别的样式吗？就架子上的那么多了。没想到人生的缘分总是在一念之间转弯。如果他那一天不回头，或许就不会是这样的结果。毛爷，麻烦您把您的身份证给我一下。谢谢。我们这里包夜是从晚上11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。我们一般是7点会关店，如果您7点想走的话也是可以的。韩商言，我们这里晚上有泡面，如果您饿了可以告诉我，我随时可以给您煮泡面。身份证。啊，还给您。哎，看啥呀？
干嘛呢？偷吃也别偷吃这么没品味的。我柜子里还有巧克力。哪儿呢？不早拿出来。叫你给我顾个店，你就给我偷吃啊？嘘。真难看。你肚子饿，吃我这个就好了。吃你的吧，少废话。这是本网吧的宵夜套餐。这是你做的？真香。很可爱。谢谢。我能方便问一下你的名字吗？我叫童年。那我能和你交个朋友吗？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这个呢是本网吧的宵夜套餐。哦，多少钱？这个套餐不四十。啊，套餐算你三十。什么三十啊？我不要这套餐。那麻烦你们再帮我拿一瓶果汁。没问题，谢谢。骗，他试探他是不是个落魄大叔。我家可是开网吧的，对于这种专门来包夜的男人，实在是太了解了。我本生活不如意，最多这个大叔皮囊看着好点，哎，也就好一点点吧。别不理我呀，林大大，林小鱼，哎呦姐。